本来我们是没有这一段，是你弄出来的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我可以跟着你唱，你要跳的时候，我可以跟着你这样唱唱唱，我就。这个给江蕙看到，真不好意思。飞哥哥呢？干嘛？飞哥哥呢？干嘛就玩？哎呀！飞哥，不是我讲。你早点出来，这有贵宾到来，你们怎么不赶快提报一下？你这不是糟蹋了特别来宾吗？你好，你好，这可敢问，可是书法家王羲之老先生的？哎，好好好，这头发呀，越看越像一支毛笔。是啊，人家已经用头发来写。人家这头发弄了多久？而且等了多久？就是想好好的表演这两个人呐、我们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好好选一首歌曲，那就选大家可以合唱，大家能顺便带点舞蹈动作的歌曲，最好还是要唱歌手本身唱片里面的歌曲，这才能捧到人嘛。哎，我有一首歌曲，哎，是他的歌曲啊，好听啊，叫《出嫁》。啊，出嫁这首歌啊，哎，不怕飞哥不会唱。哎，开玩笑了，你弟弟会。冬天那个去了嘛，就有那白花开，手捻针线。那是待嫁女儿心。待嫁出嫁不一样，待嫁跟出嫁。待嫁是在等，出嫁已经要干什么？要送出门啊？怎么要去了？待嫁还在等，还没有对象，还在酝酿。要去的那个叫出刷，这不要搞错了。出嫁跟要去的是不同啊。那咱们三个人要好好来一下啊，唱出刷啊，不，出嫁，出嫁啊，真的要好好唱了。这首歌是真的要好好唱。来来来，这首歌男女合唱。我真的希望能过点好运，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，牵着你牵你的手。怎么这首歌我怎么唱了半天，怎么就跳不出这个动作？就一直跳不出来，就很难过。那是因为 tempo 不一样啊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要找歌手的话，选歌一定要选到我能跳这个东西的人。我用一生一世的心，等待一生一世的情。是的，你不是在跟我们跳吗？不用，老师不用 tempo， 我就可以，我可以慢慢的那个。这个非常重要哦，我们来试一遍吧。好。我用一生一世，你要跟我们跳，我要跳啊！哎、对呀、啊，你马上跟得上去啊！没有啦，这是很基本的动作，然后呢，加上就是把它回到60年代，哦，而且变成我用，真的，不要好难看哦，不要了，好了，当我没提。我要表演一个双人的给你们看，哎呦，真的不会呢。本来我们是没有这一段，是你弄出来的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我可以跟着你唱，你要跳的时候，我可以跟着你这样唱唱唱，我就。这个给江蕙看到，真不好意思。快点啦，要干嘛啦？要唱歌了啦。好啦好啦，唱我的歌啦。听一听张金曼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啊。好。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啊？大雨的夜里。好，听听看这首歌啊。谢谢。